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看 Linda News 最前线，我是 Linda。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好，台股今天一开盘上涨了25.06点，整体的走势呢是开高震荡，然后还是收高的，最高点来到14410.24点，那么中场是涨了43.30点，收在14328.43点。好，我们看一下大盘的 K 线图哦，昨天呢收了一根小红 K 棒哦，量能呢是来到了近三年的一个新低哦，是只有1123亿。好，今天呢再收一根红 K， 那么今天的量呢依然低迷，今天的量只有1252亿。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面焦点。好，美国呢现在还在放耶诞假期，所以美股呢是休市一天。那我们看到啊，中国防疫降级，解封商机，资金呢由生技制药医材转往了电子、航运、观光、半导体三雄。那么盘中呢站回了五日均线。好，大盘冲高震荡，跟进回守了五日均线，但是外资休假，成交量依然低迷。那么大盘量缩，资金轮动相当的快速。尾盘呢，半导体三雄、货柜三雄股价涨幅收敛，回落到平盘的附近。那么加权指数留上影线，所幸呢，今天的 IP 股、驱动 IC、PA 三雄、汽车 AM 厂、医美股仍然维持上涨，维系多方的信心。好，再来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大摩呢看好面板触底反弹，那么驱动 IC 产业见底，像是4961的天域、3034的联咏今天带头领功，那么敦泰、瑞鼎跟进反弹， IP 股则是以金星科、金利科弹幅最大，也带动了力旺大涨。好，中国1月8号呢防疫降级哦，接下来呢这个坐飞机去中国大陆哦，连 PCR 呢都不用验了。那么生技制药股呢领先跳水，好像是4114的剑桥、热印、亚博、松瑞药、深达、中化、南光、优胜等制药以及医材股今天呢是全面的重挫。反而呢中国大陆解封迎观光商机，好，资金呢冲往了旅行社，包括了五福、山富、易飞网、灿星旅游、凤凰、雄狮以及观光饭店，像是国宾、远雄等等。但观光股呢多半开高走低，云品、金华、夏都、雄狮今天翻跌，那么航空双雄也跟进观光，是开高走低的。好，苹果、三星减产手机哦，这个拼明年第二季反弹哦。那么稳茂呢，这个明年第一季产业见底。PA 三雄呢又有投入，像是第三代半导体、5G 电动车持续拉升，股价今天异军突起。稳茂、全新以及宏杰科量价齐扬。最后我们看到能源股呢呈现了轮涨的格局，昨天太阳能强攻哦，今天就换手，轮到风电概念股走扬。好，以上是今天的盘面焦点，我们来欢迎吴月展老师。老师好。领导好，大家好。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回神呢带领台股站回五日均线，但是外资放假成交量呢今天只有1200亿。好，老师请问怎么掌握这个资金轮动还有红包的行情呢？第一个我觉得这种状况就是没有量的时候啊，行情就不会有延续性，是因为散户不进来嘛，所以你说这时候追价就不适合。那包含你看像昨天生技强一天，今天就共估了。对对，但是 OK， 你说拉回是不是买点？我反而觉得拉回可能反而是买点。所以这一段行情不追价，然后拉回布局，然后就可以赚红包钱，大概是这样的操作方法。是的，老师，那大盘你要看一下吗？好，我们看一下大盘。来哦。OK， 首先我们放大，来这个位阶，我觉得 OK， 看起来来再大一点好了。好，它今天应该是站回五日线了，昨天就站回了，然后今天还是收在五日线之上。但是今天就是挑战十日线又没过嘛，不过没有量能啊，很正常，所以不上去也很正常。所以今天你说真的，像我自己看的话，如果短线来看这种盘，我就会逆向交易。逆向交易。对，和逆势。逆向交易就是说，涨的时候反而是要放空，跌的时候反而是要买进，其实可以举一些例子啦。我们看那个江波图好了，好，来像最近很强的那个1752好了，1752南光嘛，南光对哈、来你看它也是拉尾盘嘛，对，然后昨天来1720，好，深达你看也是。所以1720这个位阶刚好又是来到什么？回到十日线。所以我今天盘中跟人家连线的时候，我就说，反而是跌下来回到十日线可能有手。那这个位阶反而可以接。我们看一下那个 K 线好了。好。所以你看昨天很强哇，对对？但是差一档你看这个地方是65.1块，昨天涨停是65块，然后今天稍微突破一下就下来，所以你看是不是要逆向交易？
真的过前高不过就空嘛，然后理论上就空，然后但是你看这一波我们再放大一点，这个地方是十日线，好，所以你看十日线这一波，其实我从上礼拜就在讲了，因为上礼拜那个1752好了，我们先看一下1752南光很强，对不对？一路啪啪啪啪一路冲，好，所以我跟人家比较的时候，我用几档，然后剑桥4114的剑桥，这不用啊，4114 OK， 4114的剑桥，你看它一样跟南光涨一段，但是后面南光涨它不涨，对，对不对？对，然后所以我说。剑桥跟南光它 EPS 的数字其实差不多的，近世纪差不多，然后那个1720的森达，森达大概比他们多，大概他们两块多，森达大概4块多，所以我说它涨得比较，第一个它获利能力比较好，然后那个它也没涨这么多，所以我上礼拜我就说南光不要追，我们可以去注意它，所以你看拉回十日线这边都有手，所以你看这一天跌破之后隔天站回来还有3天可以买，你还可以赚一根涨停板，真的。哦，然后当然你说今天创高不过拉回再空，有没有两根涨停板？哦，操作好像就是这么简单，对。真的。不过当然了，我是说以现在的盘势的格局，确实是需要逆势操作。但是这都是短线哈，就是一般长期来讲，你看我们讲那么久，我几乎都是顺势操作的概念。对，但是你看在顺势操作里面，遇到盘势的调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调节一下我们自己的做法，这样会比较好。OK， 然后我们 OK， 接下来继续吧。好，那老师，我们看到类股的部分了。好，老师，那我们就讲啊，这个大摩呢，他认为面板已经要触底了。那么今天天域还有联咏带头攻，你觉得 IC 设计有机会走回升的行情吗？来，我们看一下3034啊。好，3034其实这个走势本来就很有趣哈。3034好，联咏哈。来缩小，来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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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小一点再小一点 ，OK， 再来 ，OK， 好，你看，从这边这个地方，你看那个时候我们讲 IP 族群，我们是也是讲，它是有一个平台，然后跌破完突破，对不对？它其实你看联咏是一样的哦，它也是跌破完，上来彻底，然后突破，这里是跳空突破的，对，所以跳空突破完是形成一个横盘。这里横盘是很久，大概一个半月左右。但是你看这一段的横盘，你看这里有没有量？有，其实是有量的哦。所以它的状况啊，来我们再放大看近期。来，在这个位阶我们就会怎么看？理论上我们就会把它看成一个箱型，箱型的格局。然后这个地方箱型的格局，它没有跌破之前，其实都还是属于整理强势整理的一个形态了。不过你看，因为今天的盘势不好。对，然后所以新闻一出来之后拉高，你看是不是也是逆向交易的概念？真的，拉高就留上影线嘛。所以这种盘势啊，我们会为什么会建议说拉回去找买点？因为这种盘不会急攻，你放心，就是绝对散户不会跟嘛。散户不会跟，主力要赚谁的钱？就要赚散户的钱。啊，散户不跟，他就只好洗来洗去啊。他就是要挤这种钱出来嘛。OK， 所以这种状况，你就是反而是拉回。拉回的时候去做一个买方，我觉得这种操作会比较好。然后你看像那4961天域，天域你看这一波这里，你看这边就有点转弱了嘛，因为是跌破这里低点嘛。是。然后这里又再破低点。对。但是你看今天一样盘势好，它也是要拉上来，但是一样都是留上影线。所以你看两者的强势度就有差了。是。看它这里涨上来，它是没有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量先价行？所以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给投资人的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底量有没有出来。你看这两档，如果3034跟4961来比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比较明显会选3034？是，联咏有量。对，好 ，OK， 来，我们再下一把。好，老师，我们看到生技，老师，你看中国大陆要解封了，那么生技呢，激情退去，今天呢多档全面重挫。好，请问他们还有机会解套吗？还是说我们现在不要管生技，我们来看观光双这个航空双雄或者是观光比较机会呢？我反而觉得我不太喜欢观光了。对，那个来，我们看2731好了。好，雄狮嘛。对，雄狮旅游，我们先看老大啊，来缩小。我们尽量小，先给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周线呢、啊？可以。来，我们看一下周线。好，因为它的状况是这样，周线缩小。他们旅游族群的状况，我认为啦，不用的话这么小，来 ，OK， 来再大一点。是。好，差不多这，你看前面呢、啊，这边的高点其实都是一样，过了之后就是上影线，过了之后就上影线，来再放大。
好，然后你看近期其实它的基本面其实有回升没有错，但是你跟过往的状态，因为你这是没有还原的、啊、哈、嗯，因为如果有还原的话，应该是跟过往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来，我们再缩小一下，嗯，来，对，你看前面这边是正常哦，嗯、然后这边是疫情哦。你有没有觉得价格没有差很多、欸？对啊，差不多、欸、哦，你看这边才多少，130嘛。嗯。哦，所以你现在100啊。哦，所以从基本面的角度看，我觉得它的股价不是很合理啊。是。哦，来，我们放大看近期，然后看周线，看看月日线。然后你看近期的状况又变成是哦，来放大 ，OK。来这边你看一根，这叫避雷针哦，大高档爆大量。真的就一根而已。对，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会推荐这个族群，因为我认为比较偏炒作性质，它没有基本面支撑、嗯。然后我们回头看那个1762好了，哦，中化生是哦，中化生其实你看来缩小，哦，中化生其实它的 EPS 更高哦，近四季我记得好像是将近9块还是多少钱、哦，我有点忘了，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哦，但是你看这一波它这样整理，哦，这边来抓的话，哦，来抓。它这里是过前高，来我们放大。哦，这边是过高，哦，我们这个假设这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它是不是过高之后拉回回撤？嗯、哦，回撤其实没有破嘛，哦，没有破这边，昨天是一根那个带量的长红，对，涨停上去、哦，然后你看今天，你看它是不是又收下影线？它对它过高下来，但是也是收一个下影线嘛。哦，所以我反而觉得生技族群是可以持续注意的、嗯、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在看那个中化生跟那个森达的投资的那个生态啊1777、嗯、他们两个都做原料药的、欸、他们获利能力也都非常好、嗯、但是你看这些都是不是一样、嗯、都是一样过高拉回的格局，但是还是守住是、哦、所以我认为反而是生技可以持续关注、嗯、然后当然你说像我们回到2731好了、哦、像雄狮这一种啦，你说能不能稍微玩一下，倒也不是不能，因为毕竟来说小，哦，它这一边哦，你看这也是一个平台，来 ，OK 到这里，这也是一个平台嘛，来我们放大，哦，这平台上去下来跌破之后还是守在这里啦、嗯，所以你看上一波跌下来到这边，哎、欸，其实又止跌，有没有又止跌？有，哦，所以你要做个短线，我觉得稍微冲一下倒是没有什么无伤大雅啦，至少当冲嘛，对，至少也不会大亏大赚嘛、嗯，哦，但是玩一下没有问题，但是我反而会比较觉得生技是可以注意的，是。好，那老师，我们再看到、哦、这个苹果、啊、还有三星的手机减产会酝酿商机哦。那 PA 三雄呢，除了手机哦，也有电动车啦、5G， 甚至是第三代半导体，他们股价其实也整理一个月了、哦。请问有没有机会引反弹行情？哎，我觉得有机会。来，那个三，哦、我们先看8086好，宏杰科。来，之前哈，我们有讲过一段嘛，我们说10月28号的时候，文茂那个什么法说会，嗯，哦，公布说盈利率负5%嘛，市场哗然嘛，对，结果见低点，哦，一路涨，涨了50%，嗯，老师那时候还说不是坏事嘛，对，我说涨上来之后，哎，我说靠近头部了，不要追嘛，对不对？哎，然后就拉回了，嗯，来我们放大，但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我觉得又可以了，好，为什么？你看这一波拉回到这个位阶，其实是季线，嗯嗯，哦，季线这边是有手的，嗯，哦，然后这边哎，你涨这么多，拉回这边有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操作没什么问题，因为你这边有下面的保护嘛。是，哦，所以你说跌破去做一个停损就好了。来，3105，文茂。对，来，所以这一天嘛，我们讲这一天10月28号。嗯哼。对，你看一波哈、哦，真的，我说那时候就说有点可惜，真的，哦，应该去做哈、哦。但是 OK， 这里跌下来，你看这边季线看起来是跌破，哎、哦，但是其实在这里震荡。是今天又站上来、uh-huh. 所以我认为有机会，我确实我认为有机会、来2455全新、他们整个族群都长得很像、有没有、都在季线之上，都是这样回来就拉回季线、所以你看老二老三啊、都是守住季线，然后老大稍微跌破，但是今天又站回来、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有机会、有机会小小玩一波啦，应该是有机会，是，对，好，所以这个 PA 三雄可以特别留意哈，对，好，那么以上是老师回答类股的问题，观众朋友其他类股问题记得扫一下吴月展老师的 LINE， 老师们回答 LINE 社群的问题，第一档就是老师刚刚说过的1752的南光，空在63块，要不要停损回补？感觉它太强了。对啊，我觉得不至于放空了，嗯，好，因为你看今天虽然是一个大的整理哈、但是我们放大哈，最近这一波它是不是沿着5日线走？是。哦、所以五日线没跌破之前，它都是属于强势格局、而且是非常强的哦。嗯、哦，我们讲一般的
不错的股票沿着十日线走就已经算强了。是，所以五日线我们通常都定义叫标股的格局啊。标股哦，所以在标的时候，你不要去、不要去弄它嘛。嗯，对，哦，你会造成自己的困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会再飙。是，哦，所以这个地方我是不建议去放空它。嗯，然后包含最近啊，你要想一件事情哦，就是现在。现在是不是靠近年关了？对，哦，今年年假要特别长，休市日是超十二天嘛？嗯，哦，休市十二天，十二天，对，休息十二天，对，所以你看那个融资啊，融资是要付利息的。哦、那你想，我们台湾的制度叫以资养券，所以有资才有券。是，那在这个时间点你去空它，你就要想，到了过年年关之前，这些融资人到底是会留股票过年，还是会卖股过年？嗯哼。好，我认为卖股的几率比较高嘛，嗯，因为你不动，你第一个你要承受国际的风险，然后再来你要付利息，是，所以你说做融资的可能卖股的几率高的话，那这样子资少了，券是不是就少了？嗯哼，那你真的弄不好变成一个轧空行情，甚至你到时候还要借券，嗯，哦，那就得不偿失啊。所以我认为这时候去空是没有意义的，嗯哼，好，这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好，不要乱空，真的不要乱空。好。那老师，我们在看到的这个，那刚刚老师也讲过1720的深达，对 ，OK 啊，我觉得深达也还 OK 啊。你看这里还是十日线嘛、嗯，哦，所以我觉得十日线是一个防守位置啦。嗯哼，好、哦，但是 OK， 今天的量稍微有点大，哦，所以明天就是我觉得十日线就是真的要观察。哦，其实尾盘我也有稍微买一下，就无聊哈、哦，你知道吗？老师有冲到吗？对，有、嗯、就买一下就拉尾盘嘛，小拉一点的、嗯。哦，但是 OK， 你看这个状况。我认为还是一个偏强势的格局、嗯哦、你看这里涨上来之后、哦、这边的拉回当然是破这个平台嘛、嗯、但是破这个平台之后马上要站回来又是守住十日线對所以用平台的角度来看用均线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都还是属于一个偏强的格局、嗯哦、因为你看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抓这个高点对不对、嗯、因为这等于是整理区嘛然后这边跌破嘛然后这边又突破嘛、嗯、但突破完你看如果这个高点拉过来的话今天其实收盘是收在附近 哦所以并没有转弱的迹象、嗯哦、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讲反而会觉得生技比较好、哦、因为我认为看起来也没有变弱、哦、现在的缺点就是只有主力在冲的时候它拉不出去、嗯哦、散户没跟它就拉不动那, okay. 那老师，请问你刚刚说五日线是这个标股的一个防守线，那十日线呢？十日线我觉得走势会比较健康了、哦，但是也是属于强势成长的格局、嗯哼。哦，因为我们看那个深达的话，哦，其实它的那个来看一下营收好了。好。哦，你看它的营收的状况，嗯，你看它近期的成长，嗯哼，哦，其实是很高的，是，对，对。哦，你看30几%。所以通常十日线的是什么？大概30%啊，我自己抓大概平均大概抓30%以上， oh. 我认为都有机会是往上走的， mm-hmm. 哦，就是它代表有一个趋势性嘛。所以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讲一个指标啦，一个规则给大家，就是说它的营收的年增率维持30%以上，然后超过3个月，哦，大家可以记得哦，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mm-hmm. 就是营收30%以上维持3个月， mm-hmm. 然后。通常有时候股价是没有发动的哦。来，我们看一下4931好了。哦，新生力哦，很久了。来，我们看那个 K 线对。来，缩小。来，再小。应该是再小一点。这边哦，应该这边、嗯。这边突破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这时候的时间点呐、啊。嗯哦，那个时候，哎、欸、，sorry， 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没有到那个营收公布日。嗯、哦。我记得是好像是4月9号吧，就是公布完了之后才突破的，哦，公布完才突破的，所以意思是说，你不要想说，很多人就会想说，哇，做股票厉害的人是不是千线万线不如内线？对，哦，大家想法都这样嘛。嗯。但其实没有，我们长期的经验来看，通常啊，过去我大概上课都会每半年都会统计一次，我会发觉那个每半年统计的时候，大概。排名前100、150、哦、反正排名前100的标股啊，大50啊，乘以50，大概有30%、哦、会符合我们讲刚那个条件，是就营收成年增率超过30%，然后3个月以上、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都买得到，哦、所以你不用想说，其实真的我们看公开讯息是可以赚到钱的，然后搭配一些技术分析、嗯哦，所以像这种状况就是一样，哦、那你看刚深达也是嘛，是、哦，但是我们回头讲了，就是说。标股通常就是有筹码的因素，
然后通常也不见得基本面会特别好、嗯、所以你说真的要沿五日线去做股票，我个人没有这么喜欢、嗯哦、我们反而是因为做股票，当然啦，你说有时候找涨停板的股票，找 我们今天买明天可以涨停板，或今天买今天涨停板，是这种是虚荣心，你知道吗？哦，对，但是 OK， 对啊，运气吗？也没有啦，因为看久了会有盘感的、啊哦，你就会觉得，像今天我也选到一档涨停板啊，六二三四啊，哎，六二三四，高桥啊，高桥、哦，对啊。哎、欸，老师，他生技吗？不是，不是，人家说他军工了、嗯，但是我是不知道他军工什么。嗯哼，但是 OK， 就感觉我们看久了，当然有些技巧，但是有时候感觉就哎、欸，对，就是有像的样子，对。好、哦，但是 OK， 我们回头讲那个，刚刚我们说沿十日线走的那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股票还是喜欢涨不停不涨停，因为它会慢慢走，慢慢走，一直涨，慢慢涨。嗯，哦，那种涨上去反而是稳健的涨法。好像那时候去年有1733嘛，哎、欸，一七三升，不是1773，一七七三，圣衣啊，圣衣，来缩小，圣衣也是红一阵，对，嗯，来我还原，那我们再往前往前，好，你看像这一段，好、嗯，这一段放大的话，你看其实这一段就不是五日线了、啊，嗯，如果这一段你可以放大吗？哎、欸，老师，那你帮我点一下，这边，好 ，OK。你看像这哦哦是这样的功能 ，OK。你看这里其实你看，嗯，它是不是回头？这是月线，嗯哼。然后这中间五日线当然有小一段，但你整体看的话，它是不是沿着十日线走？嗯，哦，所以像这种走势，这一段行情它几乎我记得是没有涨停哦。哦，稳健的走。对，没有涨停哦。但是你看一路走一路上去哦，嗯、真的。哦，所以你看做股票，你有时候反而做这种是比较适合。你正常的人呢、啊嗯哦？因为我们是每天看盘，没办法、嗯，对不对？我们就会被盘势吸引，去想要找强势股，对。但是其实你真的回过头来，你找这种股票，而且它营收那时候状况很好啊，嗯、对，维持一个稳健成长。你看这里是不是有突破？是。哦，这一个突破的格局，然后啪啪啪就一路上，对不对、嗯？然后你跌破十日线这边去卖，或者跌破月线这边去卖、嗯，哦，其实也是有获利啊。是。哦，所以操作上我反而是比较建议大家，一般人还是用这一种操作的方法。那老师之前也有推过的哦，3693的银邦 ，OK， 银邦还是很强哎，还是很强哈，但是他现在关紧闭啦，来放大，哦、所以这同学不知道是看节目去买的，哦，大家有时候我会搞不太懂哦，有时候人家问的问题就会说，哎、欸，还银邦还能不能追？我说涨50%你要追吗？嗯、有风险哦，有时候我真的不太懂，是，反正看到标股会受不了，对啊，哦，但是 OK， 这个地方他那个。那个关紧闭关到1月3号了、哦，坦白说我自己是没有出了、哦，所以我不知道这同学他是问到还是说因为我们追踪了他才追踪的、哦，但是你到这个阶段的话，真的要去买吗？来，我们看一下1342好了，1342八冠、哦，八冠今天解封了，哦哦，今天就今天解封，今天收一个跌停了，然后直接最近发觉蛮多个股都这样的，他也是军工嘛，对不对？对，他的军工、嗯，做特殊布料、哦嗯、所以你看，我本来想说，哎、欸，今天他这种解封出来，会不会、哦、越关越大尾？是，我、哦、就出来反而是卖压。是、哦，但是 OK， 这个地方、哦、我就会比较小心。如果我有的话，明天如果不站回这个平台，嗯、那我可能就会特别注意。哦，这個、也是月线、嗯，是，因为您上礼拜有问我说那个关紧闭要关多久嘛、嗯？我后来去看了一下，好像几乎都关12天。哦，要12天。哦，几乎都关12个交易日。嗯哼，然后所以还3693。所以3693的话，1月3号出关，到目前为止我是没卖，嗯哼，哦、但是因为我们手上是获利累积了，到现在本来超过50%了，现在今天跌下来好像44%，嗯，还是很高，还是很多了、嗯，哦，来我们放大，所以目前这个位阶哈、哦，我认为还是一个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台，嗯哼，哦，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当中有这一天跌比较多，有没有？嗯、它明显是这样，创高之后开低走低嘛，是，但是又收上来，嗯哼。哦、所以我一直都忍住没卖。哎、欸，老师厉害、哦！我是想要等他那个紧闭出来。对，我想越关越大尾这样子。不知道。哦，但是目前我是没出啦。哦，如果以我个人的话，我没出。然后你说要不要在这里去追的话，因为现在管制啊，说真的，我觉得买管制股票没什么意思，因为股票还是很多，也不好交易，对不对？对啊，因为你5分钟一盘嘛、嗯，然后每一盘你又在搓，你又不见得会买到什么价格、嗯，你知道吗？不像我们。一正常的撮合，这样逐笔撮合的话，我们是看到就买到，看到就买到嘛。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地方哦，如果问我，我个人是期待它会再涨了、啊，但是你说真的要买的话，我这不建议啦。嗯哼，对，涨太多了，涨50%了。对啊。好，老师，那请问哦，这个2603的长荣成本168，你觉得能不能爆呢？今天167嘛，162是吧？162，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再缩小。好，来这个族群哦，客观讲哈、哦，我觉得长荣算相对强。来，我们先看一下2609好了，阳明。阳明就是一个很明显一个横盘格局，嗯，有没有很明显？然后这边突破完，上礼拜四突破完就下来，嗯哼，哦，来2615，万海是比较强，是不是？嗯，万海算相对强，来，但是缩小，它的这个地方来还原，它这个地方刚好又是回到这个地方，嗯，哎，奇怪，我刚刚点一下，比较那个敏感一点 ，OK， 来还原。哦，你看他回到这个位阶、嗯，有没有？嗯，碰到就马上下来。是，所以我认为他们整个族群，哈、哦，我讲的是货柜三雄。嗯，哦，我认为他们还是偏整理格局，哦，整理略强的格局。来，2603，来，我们再放大，来往前。哦，好，等一下、哦，我先这里。所以2603，我认为哈、哦，这一段呢、啊嗯、行情哈、哦，你说它167嘛，对，其实是有机会啦。嗯哼，哎，怎么会变70啊？怎么有奇怪？对啊，怎么会？哎，哎，哎 ，OK， 好，不管。所以我认为它的状况，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嗯、哦，有机会解套。但是你说要大赚不容易，嗯哼，哦，但是 OK， 上来我会建议出啦，哦，我会建议上去要出一下，嗯哼，哦，对啊，大概是这样。然后，但是 OK， 这个族群的话，我就会比较看好是2637啊，惠阳、啊。哦，我认为散装比较有机会，嗯，哦，反而散装我觉得拉回可能是买点。哦，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可以注意，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你看这月线嘛，是，所以这边跌破，哎、欸，又上去、嗯，所以看起来月线应该会有手、嗯，哦，所以这个地方因为主要是这样，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啦，最近铁矿砂价格在涨嘛，嗯，哦，铁矿砂最那个，我们过去看哦，铁矿砂跟那个 B D I B C I 指数大概是正相关，哦，大概都亦步亦趋啦，哦，不只是正相关，嗯、哦，所以去年钢铁人航海王的时候，其实铁矿砂也涨翻了嘛，嗯，铁矿砂又影响钢铁的成本。哦，所以钢铁股的毛利率哦，跟铁矿砂也是很多是亦步亦趋的、嗯、哦，当然是比较偏大型哦，比较偏那种你说那种螺丝类的就没有，螺丝类那毛利就很稳定，嗯，哦，但 OK 最近也有些不错，哦，所以我认为这一段的行情接下来可能哦，从中国房地产那个维稳房地产，跟加上近期说今天说中国要那个降级嘛，嗯，哦，所以我认为。对于散装应该是会受惠，嗯哼，因为房地产还是龙头企业了，所以对这一段我觉得我个人是明年我会觉得看好、嗯、因为房地产下去大概不会是3个月2个月的事情，可能就要1年2年、嗯、所以如果中国你看受疫情真的已经困扰2年了嘛，全球都困扰2年了，但是今年大家解封的时候中国还在封城、哦、而且所以封到大家都真的发疯了、啊、对不对，然后你中美关系又不好，你外销能好到哪里去、嗯、所以中国的政策回头去做内需，这个很合理的逻辑，是，所以我也认为，然后就中国接下来会大幅的推振兴的政策，因为我们讲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全球金融海啸嘛，全球经济不好，那时候中国手上还有钱，所以中国推了一个四造救市的，有一些那个经纪人朋友就跟我说，其实中国推四造就是救了全世界，啊、真的、哦。对、哦，因为那时候四造就是到处建啊，到处盖啊、嗯，所以你这些都是需求。是。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了，本来就是货币政策是比较及时性的效果。嗯、但是 OK， 财政政策它有一个政策滞后性，所以通常你说一般常听到货币政策嘛，因为这是快，我觉得政府马上可以反应说，我现在就是要调。但是你说财政政策，我要盖房子，我要盖铁路，我要对，我要做基建，这个东西是要规划的。嗯哼，然后规划完要去招商，商人要去招工，哦、这些都是要 lag， 都是要一段一段时间去 lag。哦，所以这个地方接下来，我认为财政政策的力度会再加大。哦，不只是那个大陆啊，你看包含台湾，今天说减税，不是说减税，还税于民嘛。嗯，还税于民，他推振兴政策，你看4000亿，4500亿嘛，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嗯，哦，4500亿的话，你看之前的那个什么，之前谢长廷吧，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是不是我忘记了？嗯，很久了推一个什么8/11全民启动嘛。嗯，
所以你看8100亿哦，这样的财政政策的规模，跟这一次要退税4000多亿的规模，其实退个税都可以搞4000多亿，哇！那就代表其实政府可能接下来陆陆续续全球各地的政府，我认为财政政策都会加大力度，所以回过头来再讲整个大局势啊。如果各国的政府在面对疫后的经济都会大幅加大力度政策力度的话，我认为明年应该是多头年。哦，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远一点，我认为应该逻辑上是这样。哦，老师跟一般老师的看法不太一样哎。啊，为什么？就是一般都会觉得明年应该会很惨啊。哦，我认为不会啦，就是我是政府，我一定会加大力度啊。是，要因为我前面还在疫情封城，我加大力度，我根本人民也没钱花、啊。那现在我先解封。对，你看中国政策逻辑嘛，他从下半年开始说我要维稳房地产、之前哪一个人我们 哪有听过说中国在保房地产呢、啊？每天都在讲打房嘛，就烂尾楼一大堆嘛，然后中国房企要倒闭嘛，债券付不出来嘛，对啊，全部都听这个啊，然后听到后面，然后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开始就在讲说，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讲，说我们要稳房地产，然后用精准的货币政策哦，所以这个政策逻辑，我认为看起来我的经验啊，我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去思考，我认为接下来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啊。是。不过当然你说其他老师的想法，如果你说看一般民生消费，那当然没有问题，一定是不好嘛。谁会觉得这时候没有钱，大家知道这怎么花钱？对不对？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了，也是经济学的问题嘛，到底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对不对？到底政府是要管制还是不管制？是。不过就目前来看哦，这几十年来，凯恩斯学派都是比较 dominant， 对，就是比较主导全球的经济政策的逻辑。那在这种角度下，哦，这些学者、这些官员，基本上在这种政策逻辑底下，我认为是一定要财政政策。哦，我认为是一定要。好，非常谢谢老师，也算是老师回答各位的问题。观众朋友其他各位问题，记得扫一下吴月展老师的 LINE。 老师们回答 YouTube 的问题，第一档4148的全宇生技，老师怎么看？来，这个我们有回答过嘛，对不对？来，这个我觉得主要啦，那时候我们讲说他的问题，来，我们说小，他的问题就是前面涨太多了，所以你看一波涨完了，第二波就越来越小，所以要越来越小。但是以它的位阶来看的话，你看现在本益比是8倍多，哦，近四季 EPS 6.27元，所以它的获利状况是不错的，而且甚至啊，我们刚刚讲它月营收的状况，哎，你看一下营收好了，好，哦，月营收状况其实很好的哦，你看最近前面还有一个翻倍的，对不对？对，然后但是 OK， 近期稍微有点缩小，但是也是维持30%左右，所以我认为它的营收状况还是不错的。是，来我们回线图，好。哦，所以以这个角度啊，在这个位阶，我认为应该也是低点不远。我认为有这个机会，哦，低点是不远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没有量，哦，就是还是这样了。所以这个就是你说不好也没有不好，但是你说会好的话，我也觉得还好。是我不会做啦，哦，因为没有量，可能没有市场热度。是，哦，所以你真的就是买了就要等，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老师，那请问6443的元金成本37，那元金最近不是有利多吗？对啊，但是，我个人对太阳能真的没什么特殊的情感呢。哦，说小，哎呀，真的。老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的获利能力都很差。因为太阳能其实不是高毛利的行业，所以它赚钱赚不多。你看元金它的净资金 EPS 0.69嘛。哦，所以其实它获利能力都不好。是。然后其实坦白讲，我们在讲更久的以前是全球，那时候大陆大力扶植太阳能嘛，好，那时候很有名，就保利协鑫全球第一大太阳能厂嘛，所以也挂啦，也GG啦，啊，也GG了，对啊，哦，所以太阳能这行业其实不好做嘛，不好做，因为它利润不高，哦，特别是模组这一些，因为竞争很大，哦，因为太阳能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计算机那个板子嘛，概念上差不多啦。哦，只是后来的效率有持续提高，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说类比像晶圆族群，其实他们东西是差不多的。哦，但是，怎么讲？所有的太阳能都是完全就是完全杂质都可以用啊，概念上是这样。哦，所以不像晶圆是可以做到这么精细，这么的完全无尘啊等等的状况。是，所以晶圆的毛利会一直上，但是太阳能的毛利上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淘汰的机器我来做都可以。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一段，你说6443，
讲很多了，去年就说什么特斯拉跟元晶合作嘛，对呀、啊，也是炒一波就没了。政策，嗯，对啊，然后接下来这些也都是啊。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应该是看那个安吉啊，安吉、哦，我觉得电厂是比较 OK 的嘛。嗯、所以电厂有没有利润，从这次选举有没有看得出来嘛？嗯、对，哦，但是 OK， 它走势也不好嘛。嗯，对，所以说实际上啦，就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在做这个。太阳能电厂因为是跟台电签约的，确实它的利润哦，盖电厂的利润是很稳定的，而且银行很愿意贷款，因为银行也觉得这是 fixed income 哦，所以银行愿意借，所以你只要前面前端做好，后面就是跟银行签约，跟台电签约，是，那就是每个月收到的钱还银行多少，然后全部放自己口袋，嗯哼，概念上就是这样，而且一签可能二十几年，好二十五年，哦，所以确实盖电厂是不错，但是客观讲。如果盖电厂不错，银行又愿意融资，那为什么这些人要到资本市场来融资？嗯，逻辑上就变这样嘛。嗯，我可以借得到钱的，我干嘛要到公开市场？我还要公开我的财报，我赚多少还要跟你分？没有意义啊。嗯哼，哦，所以反而这个行业做电厂赚钱，但是这个行业不会出现在资本市场。我认为逻辑上会是这样。嗯，对，所以我会没有这么看好太阳能的、啊嗯。你说包含像云豹能源有没有钱？欸，当然有钱，怎么会没钱？嗯，对不对？还可以请浩尔来。对不对？但是你看，云豹它后来就比较多角化嘛，来那个6869，可以出来 ，OK。是，所以你看这一段就是那个豪尔嘛，嗯哼，哦，但是 OK， 这种公司我认为不多啦，嗯哼，哦，它需要资本市场的钱的话，一定有它的原因，是，对，所以我没有那么喜欢太阳能，哦，客观讲，我也很少操作。那风力也不要碰嘛。风力更黑啊，更黑啊，风力更黑啊，完全看不懂啊。嗯、我昨天看一个那个官员，前官员在讲话了、嗯，他就说台湾的风力发电，他说台湾的一支越南可以做三支啊，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哈、嗯。这那个刚好听到访问是这样讲，所以其实风电我觉得看不出来啊，嗯、因为其实我说3708是上尾，上尾投控。哦，上尾投控，嗯，哦，上尾投控变成投控之前，我有一段有做哦很久，但是现在看不到了。那时候好像4744吧，是，哦，有一段那确实它的营收成长也都非常不错哦，所以也有一段，我那时候好像也300-400块，哇，这么贵？对，那时候还蛮贵的，嗯哼，印象中啊，有点太久了，是，哦，但是你看这一段上来，你说从技术面来看，也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啊，嗯，哦，所以我没有很推荐这个绿能的族群，对，好的，老师，那请问3441。联益光哦、我觉得好像最近也不在他们。来，我们先看一下3008。哦，大力光有2000吗？现在？对，有还是 ？OK， 你看这个地方稍微有点转弱的迹象，来放大一点。来，有没有？嗯，这边等于是回撤这个位置啦，我觉得看起来 OK。那这边能不能撑？哦，有撑的话，那有机会维持一个横盘格局。来，3406。玉金光。玉金光哈。等一下，3406。来，你看这里上面有压，嗯，对不对？然后上去上不来，然后又开始往下。来，3504，阳明光，也是有没有？也是一样、嗯，上面做一个头就下来。是，所以这族群看起来是弱的，哦，看起来不强、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也不会炒到这个族群，哦，所以应该是不要太执着。老师是苹果手机要发表之前才会这个族群才会动起来吗？还是不一定？我觉得那比较题材、欸，比较像题材啦，因为。其实当然，你说后面光学的个股啊，好像最近有一个 IPO 的那个什么宝盛光学嘛，对，嗯，好像它可能就不错啊，这个可以聊一下，来6517，哦，它是最近 IPO 嘛，来我们放大，对，好这个地方哦，你看，哎，这里应该是这里上市，哦这一根上市，所以上市大涨嘛，嗯，然后盘势不好又在这里整理嘛，对，哦像它的那个基本面状况也不错啊。哦，但是 OK， 这个地方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光学镜头其实本来就一定有需求嘛。嗯。好、哦，然后但是你说它的毛利率看起来是在下滑的迹象，你说包含大力光也是。嗯。哦，因为有一说啦哈，就是镜头其实不用再拼硬体啊，哦，大家都是做那个软体，哦，所以 Sony 嘛 ，Sony 提供那个应该说 CMOS 的软体嘛。嗯哼。好、哦，所以你说包含。苹果就率先就，反正我就不拼规格了、啊，是、哦，我就是用这种规格，然后我搭配软体的技术，我就可以
提升我的那个镜头的效果。嗯，哦，所以你看，包含特斯拉，它也没有说用多厉害的、啊，真的、啊、真的、啊、就是不用多厉害啊。嗯，所以这个行业反而会变竞争激烈，因为毛利开始下滑，然后新原本在的人你还是要降价。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量会增，但是你说获利能力等等的，我认为长线是没有这么看好。对，我认为这个族群 也还好而已。对，就还好。好，那么今天谢谢老师精彩的解析，谢谢。好，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记得扫一下吴月展老师 Light， 老师 Light 是 W 小老鼠 W5868。老师，请问你 YouTube 直播时间？大概都是晚上七点。好，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哦。那么，最后喜欢我节目内容朋友，欢迎在脸书、YouTube 上按下分享及订阅。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见了，拜拜。